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imon 颜良士，然后就是希望说祝福我们的槟城幼儿园的各位老师以及同学，就是未来能够一切顺利。那我觉得其实慈济幼稚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，给就是小朋友们就是成长啊，因为老师们呢都会很有耐心，然后很有爱心的去教导我们，然后就是我印象中就是老师们都真的非常好，然后就是上了国小啊，就是幼，然后还有上了就是中学之后，其实都受益良多，然后都会记得说就是老师们对我们的恩情之类的。那最后就是祝福马来西亚分会的慈济幼儿园20周年快乐，耶、yeah! ！